Desvaraya. Miao Qi 法师、如清法师、各位法师，还有我们所有各位贵宾啊，各位佛友，大家吉祥如意，阿弥陀佛。今仔日呢，要用菩萨的修行甲大家结缘。菩萨的修行，咱学佛的人，那是修行，一定是爱以菩萨道来修行。在学佛的这个根性，因为咱每一个人根基无相，所以在佛门内底有分作三种的根性。这三种的根性呢，第一种就是讲要发正常生心，发正常生心，这款的心意来合佛，伊的心意就是希望讲以后后出世，家己的身上生做较庄严的，身体较健康的，较长岁寿的，财产较济的，家庭的关系较和和、较快乐的，甚至权力搁较悬的。这款的呢，诶，要求诶，心理来学分啦，这原来是正确的，因为咱总是希望未来，如何后出世如何，你去看有个人呢，得甲人祝福，祝福讲咯，互你都生生世世大富贵互你安尼富贵万万年这拢嘛是求讲以后未来这应该是正确的。这款呢的精神，伊呢爱修行的法门分作三种，第一就是爱布施因为布施得富贵，这是不变的一个法则，亲像餐园餐园你有点菜籽。种水果，这后摆才有收成。那讲田园放咧好，空空吼，会风，呢后摆咧就无收成。咱呢，那是有布施做慈善救济出钱，也是讲呢出一寡只衣服、饮食、衣药等等，后出世会当呢得富贵，布施得富贵，这是呢不变的一个法则。那有当时啊呢，有个人会讲，我都家己善车甲三顿都歹度啊，要阁叫我安怎来做布施得富贵？我有当时会劝人讲，你布施呢，只要你有心。只要有心呢，就迄个功德，钱多少是一回事。你若是愈真正诚意，诚心诚意，虽然一块、两块、五块、三块这呢，安尼功德嘛真大。你若是讲呢，捧一杯茶互人啉，就真诚意，人嘛会真甲你感恩。所以讲呢，这个诚意诚心嘛，决定讲你做一件善事，布施功德，诶，这个殊胜也无殊胜。咱布施，那是讲呢对象，对象都福报真大，像讲布施供养佛祖、供养菩萨，供养有修行的。这师父的功德就真大。那是讲呢，布施有一般人，这当然有功德。不过比较呢，布施和圣贤来讲，
功德都较差淡薄。哦，亲像讲呢，这个咱佛门常常在讲的，就是牛母地过去生曾经是做禅人，啊，都有一回看到在禅堂遐有一间破庙啊，哦，啊，迄菩萨啦，就是无处顶啊，安尼呢，拢会去捧食啊，压火，啊，伊看到安尼呢，不忍心。将一顶鸡笼啊，摕去甲治咧，就因为安尼呢，功德后来牛母地哦出世呢，来做皇帝啊，所以讲呢，咱讲呢，哦，这个三宝文中福好求，一文施舍万文修，不信但看牛母地，真是一粒观山河，哦。三宝门中福好修了哈，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成师一粒管山河。真经呢，布施一顶鸡笼管山河，这是讲也对象哦，真尊贵，佛祖还是菩萨啊，对象真尊贵，福报真大。啊，呢，就是讲，你布施的物件好歹，哦，你那是布施的品质较好，啊，以后就是福报较大。对象同款物件，就讲分讲较好较歹，安尼就分别讲的。如果对象同款，哦，你共共用的金钱。病数目，还是讲物件相款，安尼都看心意。哦，这个心意呢，那是诚心诚意呢。哦，安尼功德都较大。啊，那是用讲傲慢心。哦，傲慢心就是安尼看人无起。哦，安尼呢，哦，物件重的安尼，真正安尼看人无。这呢，哦，这就是。功德有较差，哦啊，有的呢，看到人来请求，哦来要求帮忙，都足欢喜的，哦，安尼吼，来来来，好好，我提予你，我提予。啊，伊那呢，佫讲呢，哎呦，暗到阿叔啊、阿伯、阿婶嘛吼，佫加予我一丝啊吼，哎嘛讲，哦好好，来稍等下，我佫提吼。啊，这呢是一种人，啊有的呢，一种人吼。看到那些乞食来吼，吼、哦、啊，就足生气的。啊，有的呢去点头。我四十年前吼，咧工山，我拢爱有当时爱出去高雄啊，买一挂材料。我迄去甲点头呢，迄店员就讲：头家无得咧，头家无得咧。我讲唔是啦，我要买物件啦。我安尼好来来来，所以这。有诶，看到人要来要求帮忙哦，吼，安尼都惊险啦吼。啊，那有当时安尼吼，迄都不得已啊，都已经加到面头前来吼，吼啊，要提一挂钱就安亲像挂麻呢。玉书经讲诶啊，哦，我定在咧学马来西亚祖母长老，哦，几啊年前啦，写一个墨宝。和咱高雄基山一个姓柯的信徒，我伊真正准时呢，当下安尼甲挂轻吼，啊吊伫壁顶呢，我有一回去看，我看哇，爱写啥物祖母长老呢，无简单呢，伊写讲钱就是命，命就是钱，爱钱如命，劝他舍钱如割身肉，宁可割肉。不愿舍钱真正有的人是足当生的安尼看到安尼哦，好亲像在挂吧安尼哦。啊，即卖呢，那好哩了吼，伊那得分来讲，哎呦，那即十万两加贴一挂啦，啊，好哩多啊，紧张紧张。啊，有的人就即款呢。我阿伟的哦，安尼哦，我小弟我个就爱提，
无共款啦，吼、哦。咱这布施、吼、哦、救济，迄、那个心无相款，安尼呢功德都差别。布施得富贵，过来一二种法门，就是爱持戒。因为呢，持戒呢，和咱保证后出世会当过出世做人。咱呢，人啊，唔是讲呢，死了后永远过出世做人呢。人有当时啊，哦，那是做了真好，布施哦，诸仙，这呢做真好，过甚至救人的性命。安尼熬出世，升起的天堂，哦，啊，有诶呢，普通普通啦，平常时做人处事的根本道德啊，哦，仁义咧，地信，依佛教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哦，安尼呢，规矩修好，熬出世，对咱阁继续出世做人啦。啊，咱那是讲希望后出世要大富贵，啊，那出世做人嘛才靠价值。啊，那你若讲呢，有布施，有做诸仙，啊，但是呢，有去侵犯着别人，啊，是可是杀生。后出世呢，有福报，但是无当出世做人，出世做精神，安尼都真唔值啦。所以讲呢，要希望后出世较好。除了布施会当得富贵，就是爱持戒啊，会当得到人心。啊，另外第三种就爱修禅定啊，这修禅定目的就是讲死了后会当去升天堂。有个人认为在人间哦，搁看那富贵，总是呢哦，真正无常啊，不离看会当升起的天堂无。啊，若要升迄个天堂，吼、哦，除了行善、做好事、持戒以外，都爱修禅定。啊，这修禅定呢，那是普通修个，有一个定力啊，啊，爱当升起的欲界天，亲像讲四大天王天，也是讲呢玉皇大帝迄个陀利天，吼、哦，陀利天呢？就是印度讲陀利天叫做三十三天，倒立天也是第四天，意思就是叫做三十三天。咱民间呢，有当时啊，五界呢叫三十三天，敢那是三十三站，哦，所以讲有诶呢讲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啊，只怕凡人心不坚。哦，啊，这意思敢那三十三层，其实唔是，那是以印度陀利天主啊。哦，伊是讲，伊过去世出世呢，做一个姑娘的时阵，当时有一个真有修行的人，啊，往生了后回法。啊，这个夏利呢，哦，这个姑娘真正诚意、诚心，要来改起一个夏利塔。当时呀、啊，伊有这三十二位姊妹啊，伴改响应，做伙来起这个夏利塔。安尼了后起好啊，吼、哦，后来呢，因着一个一个过身，啊，因为呢，作为起塔的功德。啊，升起的天堂，升起的天堂啊！这个发起人呐、啊，哦，就是讲玉皇上帝啊，托利天主啊，一起的啊，在这中的位置，其他三十二个四百三十二方位哦，各立为王，所以就是叫做三十三天啊呢。等于讲呢，起码哦。大高雄市，亲像咱大树乡，即嘛嘛说叫做大树区，吼、哦，基山区，吼、哦，即拢变作区安尼吼，一区一区安尼啦。所以三十三天是三十三个天王啊，天主安尼。
修禅定啊，会当升天堂。这就是讲发正常信心，有诶熬出世，不过在人间啊，有诶熬出世，希望去伫天堂，总是拢是修布施、持戒，甲即个禅定。第二种诶根性，就是要发出离心。即、这个出离心，就是讲以后啊，若是死去了后吼。无爱搁再来投胎转世啊！希望此后会当解脱生死啊，卖搁受着这个轮回生死啊！哦，恁要修行甲解脱生死呢？其实那是照佛法来讲，就是爱以般若心经，爱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修，安尼就会当解脱生死。啊，照佛陀当初，因为啊，迄阵啊，拢是比丘加地主，所以一大部分拢开始受性地，开始这个八正道啊。啊，这八正道呢，会当呢，予咱修行解脱生死。在伫大乘佛法内底，就是以《般若心经》为主。那么修持发出离心的这根性啊，这学佛的人，就是安怎样才要会当发起出离心呢？所以以八正道为主啊，八正道第一就是正见。第二就是正思维，第三呢，正义，第四正业，第五正明，第六正精进，第七正念，第八正定。这八项头前两项呢是智慧的，讲智慧的；后边两项正念正定是修禅定。啊，我哪有智慧？中间的三种是持戒，正义、正业、正明，这是持戒。啊，正精进呢？第六项正精进啊，纯粹善呢会打拼啊，这善呢好会打拼啊，这精进打拼呢，有的人做好事真打拼，有的人做歹事嘛真打拼呢。哦，啊，起码有个人吼，那是上网哦，电脑上网，弄个三更半夜啦，你甲看伊嘛真打拼呢，伊讲呢，我很早睡，我呢凌晨一点两点才睡，所以他说他很早睡，这句话呢嘛是。打拼啊！伊打电脑啊，上网安尼，甲三更半夜安尼。对着第一、第二，这个正见、正思维，讲着智慧啊，就是因为呢，爱观因缘法、观缘起法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对着。这两句话，那是讲啊，佛陀的时阵，舍利弗尊者都安尼开悟，证到初果。啊，咱即卖呢，逐工嘛在念，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拢未开悟。这是安怎调的？照讲呢，咱即卖人因为自然科学、生物科技啊，即心理学、天文学、物理学，会使讲普遍一般常识拢有啊，所以应该呢，爱比古早遐祖师佫较紧开悟才对。你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两句话先啊爱开悟，诸法。就是包含所有世间的一切物件，诸法，
诸位先生、诸位小姐，哦，这呢是涵盖所有的。啊，所以讲诸法都是世间宇宙一切万法叫做诸法，所有的诸法拢是靠关系条件因缘才会出现，所以叫做诸法因缘生。最近这几年，哦，我四个甲只信徒，也是有心学会的人，讲这个因果。哦，我讲呢，这个因果啊，就是日常生活内底拢总是因果。亲像呢，咱穿一件衫嘛是因果，只是讲呢，这因甲果中间爱加一个缘。哦，有迄个因缘，才会当有一个果。一块布就是阴，阴一块布不能自己做衫，一定要有剪刀、针线、甲人工，这个盐才会当呢做一件衫。所以这件衫是布，哦，布主要叫做阴，剪刀、针线这叫做盐，人工嘛是盐。做了一件衫叫做果，衫伫身穿伫身躯较庄严，较袂去有寒着，所以这就是布，所以阴阳果布。咱呢啉一杯茶，啊，哦，嘛是这个阴果，啊，哦，这王正正呐，啊，哦，茶米啊，哦，啊，这食茶呢，茶米。茶米袂家己变作一杯茶水呢，所以讲茶米呢，爱有茶果，爱有水，爱有茶，爱有人工，将水也甲滚啊，哦，茶米放咧茶锅底冲落，才会泡一杯茶，所以这杯茶就是果。茶米主要叫做阴，哦，茶果、水、茶、人工。这叫做缘，有因有缘才有果。一杯茶水啊，这个果饮落，滋水大，身体健康，这就是报。因缘果报哦，啊，就是咖啡同款哦，咖啡豆啊，咖啡粉，你家己变作一杯咖啡。我嘛是同款，还有茶果、水、茶、人工，遐滚了冲泡，才有一杯咖啡。哦，啊，这个果，哦，恁啉咖啡对身体健康的部分，甲啉茶对身体健康，哦，无相款哦。呀，咱食一顿饭，米就是阴，鼎水、茶、人工就是盐。煮一点饭起来，这是果。食饭食饱，哦，咱会当去做工课赚钱，哦，这就是报。有因缘果报。啊，这个呢，因缘果报，因那是相款，缘无相，结果就无相。哦，如果同款的地米。啊，有的用井水，有的用自来水，有的用矿泉水，有的用山顶的这个泉水。这哪安呢？用滚来泡茶，哦，平平茶味啊，无同款水质，这啉起来呢，口感呢，都无相款。好，哦，所以讲呢，音相款，缘无相，果都无相。平平米啊，会当煮做饭；米会当做做米粉；米嘛会当煮做碗糕啊，会当煮做呢碗粿哦。这呢因缘无同款，结果都无同款哦。所以讲呢，因相缘无相，果都无相。平平是人，有个人呢。啊，斗斗爱去甲人斗三工做义工，所以到处人都欢迎，安尼伊人缘真好。
啊，有的人呢爱甲人交谈，啊，到处呢都去甲人凌迟，哦，人若看到伊来，就要惊闪，哦，看到伊来就惊。亲像较早呢，迄区啊梦霞，迄区梦霞吼，伊甲倒伊，大家都惊叫梦伊，所以拢看到伊拢惊。这区梦霞安怎梦呢？伊就是呢，要将因老爸钱拢甲梦了了。伊啊，像讲去甲菜市场，看人伫卖卵，来啊卖卵哦，我卵吼。一粒卵，两粒卵仁的啦。若无两粒卵仁吼，免钱啦。这区啊，梦霞讲，吼安尼吼，我要买真济。你拿来阮兜，我来敬敬迄一粒卵，两粒卵仁的。伊讲好好，拿去甲因兜，吼直接迄石头刀吼，伊的啦，伊的石刀。叫卖两个讲，你双手捧咧，我看他惊，哇！两个惊起来，咧叠个尖尖，叠个尖尖了后，转入去厝内吼，将迄只滚龙狗甲放出来。滚龙狗看到卖两个就呜呜呜，好卖两个惊个手放，紧张。古风社讲，别紧别紧，我咧狗会吠人俩，别加人，免惊免惊。有哇哦，我的蛋，我的蛋，有马筋，好破气，咱来叫声。你讲你的卵一粒卵，两粒卵仁，咱来算嘛？几粒卵仁？几粒卵仁？安尼两个卵仁算一粒卵，安尼来叫算起啊嘞吼？何必安尼呢？崩，专门从老百姓个崩了，后尾呢，一世人死个都无。梦间呢，只要厝内存两三百两银，伊想讲我这世人吼也差不多啦。我吼今仔日要来安尼嚼粗巴粗巴，吼啊剩的呢吼，我即摆呢都要来死啊！我会问看人，讲恁知我今仔要去倒位无？伊若知我要去死，所以我剩的钱拢总互伊，吼。所以呢，伊安尼去食个粗巴粗巴了，剩两百几两银，落去沿路咧讲，你知我要去倒无？大家看到这区号上金闪，拢唔敢甲伊讲话，惊叫忘伊。落尾呢，问个一个吼富林人，脚只偏个爱一个囡仔，金甲头个打一打水。哦，大家咧流汗惨滴，苦望下讲大叔啊，你知影我今仔日要去倒位无？我喺度咧看到苦望下咧足气个咧，打水大家规个安尼流汗惨滴，佮伊佮阿问讲要去倒位，讲你要去死啦！苦望下讲，哎呀，丢丢丢，你佮知我今仔日要去死？哦，安尼我再钱拢付你。啊！去跳水，何必安尼吼？这有个人呢，安尼四个甲人糟蹋，四个甲人碰安尼哦。这嘛有一个人的迄个因果啦。安尼讲结善缘，人讲好人；讲结恶缘，吼，人讲歹人。所以咱呢，每天乃是得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吼，安尼人讲好人啦吼。就是无同款的因缘结成，无同款的这个果啊。这因甲缘斗起来了后，伊的果啊，无一定讲什么时阵。这因缘果有的是同时阵的。哦，刚时阵，亲像声音拍刀啊，啊，这刀啊，手刀啊，声音三行做一会，这叫做刚时阵的这个音歌，哦，啊，无刚时阵的这音甲言，了后迄个歌伫后壁面才会发觉，哦。一个人呢，去迄个珠宝店银楼去共摕一挂只银啊，
啊，摕一寡偷摕叶仔呢，伊也毋知迄叶仔品质，吼、哦，也毋知迄价值偌济，就去问朋友。朋友实在嘛是外行诶，所以当从这叶仔呢，就甲摕去珠宝店请教迄个头家，你甲看我这叶仔吼，啊，这什么什么款品质，价值偌济。啊！这头家一日看，就是伊几工钱去用偷摕去的，所以就罔解答吼。答案就在入去房，入去内底拍电话警察，警察来就将这人抓起来。你晓得共偷摕钱啊？因为我无啦，这我是人甲我拜托吼、哦，我来请教这头家啦。哦，啥物人甲你拜托？全呢，佮报告因的朋友。警察就去甲抓起来吼，所以呢，自从伊偷摕人个叶仔，甲互人抓到，只有几工以后个代志。即个呢，头前偷摕叶仔叫做阴，后壁几工了去互抓起来，即叫做果。哦，所以有当时啊，阴阳甲果呢，拢有差，一阵啊，时阵。有诶，青菜、水果吼，即爱种偌久诶时间，才会当采收，即着无共时阵。水果吼，种偌久，即有当啥嘛无共时阵吼。呀，即个阴甲果，头前甲后壁无共。阴缘吼，看起来是安尼，但是咧果甲头前诶阴缘无共款。啊、哦！你讲呢？米粉、米粉甲米都无同款呢。米苔肉甲米都无同呢。菜头粿甲米都差真多呢。所以呢，有这个阴甲甲什么盐变成一个什么果，这个果甲头前个阴完全两样。哦，我因为捌去日本。去迄个群马县，遐呢拢是伫种种即个蒟蒻、茄遐久。啊吼，咱台湾从来嘛冇看到蒟蒻生做虾米款吼。迄蒟蒻呢，伫日本，因安尼种落去，佮寒天惊气候呢严实，所以佮烤起来，佮保护。第二年春天佮种。个寒天个烤起来，哦，第三年春天种来，啊，个寒天差不多要收成，吼、哦、啊，一枝安尼，吼、哦，迄尾敢若鸡毛青安尼吼，啊，迄一粒敢若烧肉啊安尼，所以日本人拢食青的，哦，啊，看起来敢若亲像迄个淮山山药共款啦。啊！伊咧若破一块地搭去砍树，用个打了，才阁引粉啦。啊，咱台湾都是干呐，捌看到这，毋捌看到规丛生做虾米款，吼、哦。所以呢，蒟蒻，哦，咱食蒟蒻看安尼，甲原来样子完全两样。哦，咱食仙草，仙草甲头前迄。仙草籽就差足远呢，对唔对？所以呢，阴甲什么阳了后，迄个果甲头前完全是两回事啦，拢总无共。所以讲呢，咱就是对这安尼来看，哦，这个阴阳果、阴阳果头前后壁拢总无共。这点呢，是要予咱知影讲，世间拢总是伫变化。虽然是伫变化，伊变化拢有一个原则，啊、哦，拢有一个即个不变的法则。啊、哦，我常常讲，一杯水放糖落去，就是甜的；放盐，就是咸的；放柠檬，就是酸的。所以呢，伊有一个不变的迄法则，吼、哦，敢若咱做好代志，人就欢喜；做歹代志，
人就受气，这有一个啊不变的一个法则。那么咱即卖呢，就是爱知影讲，即款的这因果啊，啊，什么因缘结什么果，这是一定的。古早呢，有一个好野人，暗过为富不仁，真当生。啊，人对社会无关心，而且呢，人若要去求帮忙，哦，伊安尼呢，对人就大细声，无一点仔自卑心。当地人呢，就讲呢，这个人哦，为富不仁，啊，将来一定会报应。这个好野人，伊个后生安尼脑筋无好，阿达阿达。哦，安尼开钱哦，哇，安尼拢总袂晓欠啦，都一直甲开，一直甲付。啊，所以讲呢，做老爸看到这个囡仔安尼吼，教伊讲较欠的也袂晓，吼，啊，唔知要安那教。哎，想想呢，叫厝内迄个骷髅啊，该带去世界试试咧，看讲社会趁钱无简单。看会当较欠咧无，安尼，哦，啊怎甲带去？哦，带去人做，看人咧做田犁田，哦，安尼晒日头，流汗惨滴，哦，啊看人做小本啊生意，安尼呢，赚迄钱呢，哦，赚一丝仔钱呢，实在真艰苦。啊，落尾带去看到人咧刻石头、石狮，迄石头刻迄石狮。哦，伊看到个古锥古锥呢，哦，啊，就问头家，讲哦，啊，这石狮安怎卖啊？头家呢，看到这个人，就是迄有钱人的后生，所以呢，挑工要甲锤呢，哦，啊，这个该问讲，啊，这对小小对的这小狮仔，这对偌济？本来呢是3000块。哦，爱着看讲因老爸吼，啊，着安尼遐尼诞生吼，着挑工甲讲，哦，这30000块尔啦，哦，安尼哦，啊，大对个呢，大对个，哦，本来5000块，又甲讲50000块啦，安尼无贵，哎，我拢买，啊，四对啊，新包包咧，甲我斗阵等啊，哦，啊，等于甲厝呢，着甲因老爸讲，爸。我今仔日买着班义会呢，哦，什么班义会？哎、欸，来来来，紧偷开，给我爸看卖下咧。这偷开呢，一对石狮啊。因老爸问讲，啊，这偌济钱？好、哦，这30000块尔啦。好、哦，你这个不孝子啊，怎么安尼呢？哦，提遐尼济钱去外买这个无路用的物件，哈、啊。哎呀，你这个不孝子，我是活活的给你气死哟！哎呀，人讲我有报应，真正是有报应哦。因这个阿大的后生讲，哈哈，爸，这才是小报应呢，后边要大报应连咪搞呢。总共呢，哦，这个呢。哦、我伫人间福报吼，伫、哦、推动呢，所以有一个顺口溜啊，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唔是无报，施行彼道，报纸有报，电台有报，电视嘛报，每工都报，相公无报，哦，嘛有早报，嘛有暗报，破案较早就是早报。破案较晚就是暗报，无论早报也是暗报，总共一句，拢总有报。看来看去，选来选去，最后选择也是人间福报。哎，什么款的因啊？结什么款的缘？得当得到什么款的果？
伊有一个不变的迄个法则，这个法则，释迦牟尼佛改叫做法达摩。达摩呢，咱中文的意思叫做法，法是一个法则的意思，有含有不变的迄个定义存在，所以叫做法。啊，那是讲世间的靠阴甲阳啊，结合出现的这物件，我那叫做法。但是这个法，就是什么东西、什么物件的意思。所以一切物件，所有的物件，这叫做自法。那一切的物件，拢总要阴甲阳，才会当出现，才会当产生。对这，咱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要予咱了解，在这个阴甲阳结合了后，伊的果就无相款。然后呢，这个果甲四周围的阳果结合，后壁阶段就果无共款。所以阴阳果，阴阳果，阴阳果，安尼呢？前后拢总无共款，这就是要予咱知讲世间无常，无一项物件是固定的，哦，每一项物件都是一直变化。这变化是世间的事实，世间每一项都在变化，政治的变化，空气的变化。社会的情形的变化，伦理道德的变化，会使讲呢，所有的咱知影的、看到的，无一项物件无得变。哦，所以讲呢，这个权力地位，原来是会换人，原来是会变。因为安尼，咱啊明白世间无一项物件无变的。安尼对权力地位就会较放下，咱一般讲叫做看破，哦，看破是一种的智慧，伊是观察着世间在这个因缘的过程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呢，无一项物件会当予咱讲永远该把握，啊，拢袂变的，爱当明白变。就是世间的事实，所以安尼对一切过程中的变化，心情才会放下，放下才会当自在，放下心情才会当解脱。哦，咱呢有的人哦，心肝呢未清采，心肝未清采，看到一项代志，哦，看到一项代志呢，看了未佮意。啊，心肝呢，都真郁卒。啊，其实呢，一个代志伊会变化，一项物件伊会变化。可是呢，咱若看到什么款人，听到看到什么款的声音，迄人已经离开啊，迄声音嘛是消失了。不过咱的心呢，就是为着迄人，拄只伊迄个面相，我愈看愈讨厌，哦。拄则伊讲个啥物，我愈想愈气，啊，讨也好，气也好，人已经离开啊，声音嘛无去啊，啊，咱个心肝呢，伫遐个讨也，伫遐个气，迄呢叫做拍夹，心肝拍一个夹，啊，每工就伫遐个拍夹，哦，啊，未清采，所以心有千千结。看这个也未顺眼，听迄个也未喜欢，所以呢，一天天就是安尼，烦恼东，烦恼西，这个人会受苦，就是对这来。咱学佛，知讲一切拢在变化，啊，一切拢会当会一直过去，一直过去，这世间无这样固定的，咱会当掉干呢呢。就别讲呢，骄傲、傲慢，也别讲郁卒，
会变，咱袂当永远讲咯，拢遐尼灾情，人会搞的，这个少年呢会出头，伊会比咱较搞，咱若是讲呢，发生着不幸的代志，这代志嘛过去，所以呢，袂讲安尼呢，一个失败吼，就怎拍落拢个避免起来。古早有一个国王，伊有一阴暗做民望，民望就讲呢，一个先人，甲伊讲一句真有智慧的话，一句真有智慧的话吼，听了了。那是讲有什么得意的、得意的代志，未安尼得意洋洋，未安尼讲呢，真正傲慢哦。那是讲失意的时阵，嘛未讲安尼一日就拍落就拢无气力、无勇气，搁重新再来啊、这个一旦搁继续东山再起呀、所以讲这句话真好。真有智慧。那么呢，伊天光的时阵呢，想要甲写起来，我煞袂记哩啦。所以咱若甲文武百官来了后，就甲因讲，张安民望一个先人呐、甲讲一句足有智慧的话，这句话呢，若听过了后，有啥物得意的代志？袂安尼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吼、那是失意的时阵，袂讲安尼失意之下就一败涂地，永远不能够再复发图强了，所以讲这句话实在是真有地位。我说袂记哩，恁甲我想看嘛，这是一句什么款的话？我这有一粒大泉州，恁吼。那甲我收起来，甲我刻在顶头，我要留咧做座右铭。一日呢，大神就甲接去，三天了后，佫送函呢国王。国王一日看呢，有刻几字，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一切拢会变作过去。好的嘛是过去啊，歹的嘛是过去啊，所以呢，欢喜嘛过去啊，不足嘛过去啊，一切拢会变作过去。所以呢，嘛唔免想过得意，嘛唔免想过伤心，所有一切拢是会过去安尼啦。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黑母鸡与大白鹅。哎呀，老吴，你这是要做水煮鹅蛋吗？什么水煮鹅蛋？我这是准备孵化小鹅呢。老吴，你家里又没有母鹅，要让谁帮你孵鹅蛋呢？我家里是没有母鹅，但是我家里有只黑母鸡嘛。让母鸡孵鹅蛋，亏他想得出来。
鸡愿意帮忙孵蛋呢、啊。经过黑母鸡一段时间的孵化，三只小鹅被孕育成型，它们开始啄着蛋壳内壁，准备破壳而出。雏禽出壳的第一眼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生平第一眼看见的动物认定为自己母亲。你们不要过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你们这些扁嘴的家伙，离我远点，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哦，太棒了，太棒了，小鹅孵出来了。啊，走开，走开，哎呦，好痛。你这个家伙想要干嘛呀？如果你再敢欺负这些小鹅，我就对你不客气。小鹅们认定了黑母鸡是他们的妈妈，不过黑母鸡却一直不认可他们。妈妈，妈妈，你在找什么啊？妈妈，这种东西好吃吗？你们好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妈妈，妈妈，哎，真受不了这些家伙。这些小鹅看起来很美味啊，今天能美美的吃上一顿了。机会来了。啊，妈妈，妈妈救我。不要跑。啊，不要怕，我来了，不准伤害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你是在开玩笑吧？母鸡生出一群鹅来，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少废话，赶快离开这里。哎呀，可真凶啊，这个家伙是不是疯了？妈妈，你好厉害。是啊，妈妈，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不过我倒是可以保护照顾你们。你能保护照顾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妈妈。没错，你就是我们的妈妈。好吧，那我就当你们的妈妈。就这样，黑母鸡慢慢地接受了这群小鹅，但随着小鹅越长越大，它们开始向往到河里畅游觅食，毕竟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老吴，你家的鹅还从来没有下过水吧？是啊，他们这不是还小吗？都这么大了还说小，这都是因为你让一只母鸡养着他们，他们跟着母鸡哪里敢下水？这和我家的黑母鸡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就让他们下水游给你看看。来来，去河里玩玩吧。看到了吧，他们即便是被母鸡带大的，但仍旧是鹅，依然喜欢下水游泳。啊，危险！哎呀，你家的黑母鸡这是疯了吗？孵化出了鹅就以为自己是鹅啊，竟然还敢跳进河里。哎，这只傻母鸡，他这是要下河去救那些鹅吗？哎，你这个家伙不要命了呀，真傻的。经历了这件事情后，黑母鸡竟然有一种失落感，过去他一直保护着的鹅，
他们已经不需要自己来保护了。终于长大了。妈妈，你尝尝这个，味道很好呢。你吃吧，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食物。夜晚，鸡舍里，黑母鸡在那里睡觉，而那三只鹅在一个角落休息着。嘿嘿，看来今天能饱餐一顿了。鸡有夜盲症，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到，因此那只黑母鸡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到来。啊，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不好，黄鼠狼，我们的妈妈有危险，我们快去救她。对，我们快点去救妈妈。住手！哎呀，真可恶，竟然来了一群多管闲事的鹅。赶快离开这里，不准伤害我们的妈妈。妈妈？你们有搞错吗？发生什么事情啊？啊，黄鼠狼的味道！天啊，黄鼠狼来了！救命啊，救命啊！你们的妈妈，她可是一只鸡呀，赶快走开，别捣乱。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好痛啊！不准你伤害我们的妈妈。哎呦，今天真是见鬼了，一群鹅竟然认一只鸡当妈妈。你这个家伙还不赶快走。哎呦，妈妈，你没事吧？没事的，孩子们，真是谢谢你们。几个月后，黑母鸡孵化出了三只小鸡。这些小家伙吸引野猫，但它们却都不敢贸然发起攻击，因为在它们身边有三只威武的大哥。你们看。哎呀，老吴，你胆子可真大呀，这么小的鸡你都敢带出来，难道你就没看到那些野猫一只只虎视眈眈的，都准备大吃一顿吗？放心好了，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你没看到那些小鸡的大哥们正在保护着他们吗？他们的大哥？是啊，你们看那里。怎么样，有他们在，那些野猫呀哪里还敢放肆。真是没想到，鹅竟然真的会和鸡成为一家人。当然了，动物之间也是有感情的，他们懂得互相关心和帮忙。难道你们没听说狗妈妈养大幼虎的故事吗？那只老虎即便长大了成了百兽之王，仍然听那只狗的话，并视其为妈妈。老虎都如此，更何况这些温顺的家禽呢？你说的对的。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